堂书社分店开张，恰逢妙妙生新书上市，所以全店八折优惠。别急别急，还真有。好嘞，这边，这边点。你要这本书是吧？来，掌柜的，林姐怎么还不下来？哎，您拿这个，咱都快忙不过来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写完画本子就撂挑子不干了，不要紧，非说要去什么感受生活，为下一次画本子取材。姑娘不要抢，姑娘不要抢，每个人都有。对，好，别抢，都有啊。姑娘，要钱要命啊！有意思吗，兄弟？我扮成这样，你能认出啊？一样的套路，一样的招式，我又不是第一次被你绑，我是傻子。你今天怎么出来了？我买烧鸡。哦，还挺会挑的，这可是全铜陵最好吃的烧鸡了。这是全铜陵啊，烧鸡铺最漂亮的老板娘。原来不是来吃烧鸡的，是来看老板娘的。你别瞎说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你这人也就过过嘴瘾，心里啊其实一直把我当兄弟。反正呢，我已经名花有主了。你要是想后半生有女人的话，就别再把我挂嘴边。什么后半生不后半生的？我段风潇潇洒洒走江湖。从来不在女人身上瞎耽误事儿，是吗？嗯。那饭总要吃吧？走着。走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的画本子销量可好了。啊？什么？哇！都请你吃。这么多。